我而家身处嘅就系由我哋香港电台举办嘅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喺开始之前就进行一场纪念品致送仪式，颁发纪念品俾一众表演嘉宾以及支持机构。今年咧都知道你系已经做咗好多年嘅呢一个嘅主持啦、司仪啦。其实你有冇睇到呢一个嘅音乐典礼？其实有啲咩转变喺当中咧？其实咧我今次做埋咧就系第20届啊，我都觉得咧好开心，好犀利啊！我谂转变就系在于而家嘅歌曲嘅曲风咧就好唔同啦。咁啊好多都系以一啲新潮嘅作品啦，或者一啲 EDM 嘅歌曲为主啦。而家咧其实我觉得乐坛嘅机会咧系比以往啊或者系未来嘅日子都可能是較為多的，所以我都希望啲歌手咧可以爭取機會，多啲努力啊！张天赋的誓一更加夺得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找好自己有我，找好不属有我，便是开心的我。求他一定想你，用心依靠我。而最佳乐队组合奖金奖得主是 Dear Jane。而家有啲咩感受啊？好开心嘅。得到呢個獎其實亦都代表得到認同咯。咁我哋都係冇擺我哋全力落去做音樂。咁如果做擺全力落去做音樂，而又得到認同，而有個獎，咁 that means 我哋都做緊一啲啱嘅嘢啊。而最有前途新人獎金獎得主係 Sika。而家嘅得獎感受係點啊？而家有少少錯愕咁樣，係因為。知道自己都仲有好多不足嘅，就所以嚇親咁樣，但係我會加油噶。無論遇上好的天氣、差的天氣，亦同樣向往。即使陰天，我也能夠發光。大會亦邀請咗嚟自韓國嘅 DJ Soda。乐队 Super Moment， 观赏最美的海。女子音乐组合 SING 女团，以及香港同人管弦乐团作跨地域、跨次元嘅多元音乐演出。最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男歌手同女歌手分别由 MC 张天赋以及 Jenny 李幸毅夺得。恭喜曬 Jenny， thank you， 恭喜曬！ Thank you， 今日嘅得獎感受係點啊？我覺得好圓滿，好開心，因為得到歌曲獎啦，跟住兩個歌手獎，覺得無論係我嘅努力，即係一個歌手，或者係我嘅作品都受到肯定，係一件非常幸福嘅事。肯定就是你。
上次嗱連續兩年攞到呢一個金曲獎啊，其實你嘅感覺係點樣咧？當然是非常之開心啦，咁不過咧，我覺得攞咗獎之後咧，我就要更加對得起每一位聽我嘅聽眾啦，每一位樂迷啦，每一位有份投票嘅評審啦，咁所以我覺得要對得起呢個獎咧，就應該要付出更加多嘅努力，係啦，去對得起呢個獎。何用再膽小，共你痛回憶笑過。全分出光分，重游获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多远抱架，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画，怪我好好珍惜留下落日。如天早注定碰上你，最险的制造我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再一次恭喜所有嘅得奖者，相信来年会有更多好嘅作品送俾每一位嘅歌迷啊！